倒立的原因是因为最后进录音室的前五分钟还没有想出歌名，也还没有写出整首歌，就蔡健雅作曲的这首歌。然后后来制作人就说，我就很慌，然后制作人就说没关系，你就写你平常喜欢做的事情。然后那时候我已经觉得很烦了，我就说啊，我喜欢吃巧克力，我也喜欢倒立，所以我喜欢边吃巧克力边倒立，就欧北共。然后制作人就说 perfect， 然后就变成边吃巧克力边倒立。我不惧，我可以边吃巧克力边倒立。